妈妈，大家好，我今天要玩虫，可是这个虫子甲虫，我最喜欢玩甲虫了。还有面包虫，面包虫在这边哦，这边，我看到它面包虫头了。这个是女生，这女生她是什么颜色？黑色和金色。金色还是什么颜色？这是什么甲虫？我不知道哎。它叫什么名字？它叫女生。它叫女生啊？不见嘞，在哪里？这边呢。它吃什么？你平时喂它吃什么？喂它吃饼干。饼干？你喂它吃饼干，它喜欢吃吗？好，那你把它放回去，跟我说再见。哟，哟，我帮它夹回去。拜拜，拜拜。